废弃的塑料筐不要扔，我们用来种小葱，吃都吃不完。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。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，准备一个塑料筐啊，把这个塑料筐周围呢我们都去给它钻上这个眼儿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蒜头去给它插入到这些眼儿中，都去给它依次插好。弄好之后呢，中间去给它放入疏松透气的土壤。然后我们找一个塑料管儿，塑料管周围呢也都去给它弄上水，把这个塑料管我们要给它放在这个塑料筐中，放在中间的位置呢，就是为了方便它呀，这个浇水的时候，方便浇水，放入中间之后再去给它放入土壤。弄好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浇透水，放到这个阳光充足的位置去养护就可以了。等到20多天之后，这个出芽率就非常的高了。这个小葱啊，吃都吃不完。喜欢的花友呢，可以这个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